把你的名字出来。Nibber。给朋友们看一下小鸡啊，出来了已经。现在是20天。我都听到有声音了。看。我那边捉过去了有10多个，这是昨天晚上出壳的，昨天晚上我1点钟才睡，我就是在等他们出来，我先把它转移出来。你输了，哈哈，过去输。四开，八开，一开，4个，13个。还有一些没出来，因为等了10天，来，我先把它拿出去。把它关一下，透风了不行。要快点把它们转移出来。咦，这里面昨天我抓过来了有10多个哈。这里面温度还是挺暖和的，我钓了3个这个保温灯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冷。哎呀，好小哦。这边是就是刚刚抓过来的，像那边啊，那边他们是昨天抓过来，现在已经非常活泼了。这边是昨天过来的，很活泼了已经，他已经可以走路了。这一只感觉。这一只已经很活泼了。31 31 32，现在是32只。我把这3只抓到这里，等一下它压到它。这里，对，